今年组决赛第一场是正耶侯维峰淡江何先红十二球的比赛，侯维峰何先红十二球的比赛。扩装组决赛第十场是台大张昭伦，张昭伦有没有在比赛？好，女子组决赛第十二场是北科钱春珠台大林敏毅第十三球的比赛，钱春珠林敏毅十三球的比赛。混双决赛第十二场是台科叶少杰李美珍交大蔡文俊曾怡平十七球都不在，叶少杰李美珍蔡文俊曾怡平十七球都不在。状元组西兔场是北一黄俊清北师翁章荣十五球都不在，黄俊清翁章荣十五球都不在。状元组 X3 场次林星李冠汉古大
谭新华29洞不在，李冠汉谭新华29洞不在。是哟是哟。少年组 I 三场次，台大曾颖进、中山杨振林23球都不在，曾颖进、杨振林23球都不在。少年组 J 三场次，北科陈基隆、实践叶国伟22球都不在，陈基隆、叶国伟。昆山，昆山陈志龙，陈志龙有没有在比赛？好，谢谢。走。少年组 L 三场次，武大马勇，马勇在比赛啊，谢谢。长青组准决赛，长青组准决赛第13场次，大同郑光义、嘉义邓贤前第5球都比赛，郑光义、邓贤前第5球都比赛。走，对吧？少年组 M 三场次，昆山李进贤，三一洪志坤24球都不在，昆山李进贤，中三一洪志坤24球都不在。好，自由。